国际知名艺术家易云高在美展出雕塑新作。关于第三世多杰羌佛佛号的说明，2008年4月3日，由全球佛教出版社和世界法音出版社出版的《多杰羌佛第三世纪实》一书，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举行了庄严隆重的首发仪式。美国国会图书馆并正式收藏此书，自此人们才知道，原来一直广受大家尊敬的易云高大师、养乐一希诺布大法王、被世界佛教各大教派的领袖或摄政王、大活佛行文认证，就是宇宙始祖报身佛多杰羌佛的第三世降世，佛号为第三世多杰羌佛。从此人们就以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来称呼了。这就犹如释迦牟尼佛未成佛前起名号为悉达多太子，但自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就改称南无释迦牟尼佛了，所以我们现在称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。尤其是2012年12月12日，美国国会参议院第614号决议正是以 His Holiness 来冠名第三世多杰羌佛，即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。从此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的称谓已定性，而且第三世多杰羌佛也是政府法定的名字，以前的易云高汉大师、总持大法王的尊称已经不存在了。但是这个新闻是在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佛号未公布之前刊登的，那时人们还不了解佛陀的真正身份，所以为了尊重历史的真实，我们在新闻中仍然保留未法定第三世多杰羌佛称号前所用的名字。但大家要清楚，除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的名字是合法的以外，在未法定之前的名字已经不存在了。据台北艺坛来自美国消息，曾以一幅大力王尊者画作在艺品拍卖市场创下220多万美元纪录的国际知名画家易云高，最近在美国加州展示雕刻作品，再度吸引世界艺坛的注目。艺坛人士齐光许表示，易云高的雕塑变化无穷，作品中的禅意与创意将雕塑艺术带入全新境界。易云高大师是中国大陆国宝级画家，曾获世界诗人文化大会颁授特级国际大师。他的画作工笔写意并存，虫鱼花鸟山水人物样样皆精，格高劲大，气韵生动。齐光许观赏雕塑作品后相当赞叹，他也很纳闷，泛动奇观作品人的手都无法深入，又是怎么雕成的呢？他表示，易云高的雕刻作品取材于自然，没有人工斧凿之机，艺术性超越自然天成，令人叹为观止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他的作品无法仿制，即使拓印灌浆作模或电脑模拟也复制不了。以泛动奇观为例，看似钟乳的巨石是用钢化树枝以刀工雕刻而成，是雕塑材料的创新。在易云高的刀下，其实布局处处渐动，动中有动，动中变化无穷。至于龙洞作品，外表壮士天然巨石，高度及腰的钟乳石，一端详石中天地，发现洞中奇景，总不免让观者哑然失声，惊叹这巨石是来自桂林芦笛岩，还是从武陵源溶洞或台湾的鹅銮鼻钟乳岩洞搬来的。